姐妹们摆香火，今天我没有多加酱啊，它这个酱本身酱就给的特别多，就颜色就是很深。他家这个面是可以用水泡开的，就很方便。我上个视频吃完那个辣条，好辣，再吃这个火鸡面。我这是两包的量哦，它这个每一包是119克，分量还是给的挺足的。